少年前我无奈地看你离去，多少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岁月遮住眼，忘不掉你相映的缠绵，久久地呼唤你，公元1997年。李毅，你来了。你看，我们正赶着要出去呢。就你们俩在？啊，李华姨呢？跟老金去卖鱼蛋了。这不，我跟小黑这样去换他。阿梅呢？去医院给学军送饭去了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过来看看。啊，那你进来坐，你坐，我一会儿让他们快点回来。坐，来，小黑走。一哥，你先进去坐会儿。我们再。
先生，到站了，下车。饭没有？等会儿您下班，咱们一起出去吃宵夜吧。别乱花钱，这儿有啊，我弄个炒饭给你，包房里等我。哎，你出去，这油烟太大，西服熏上烟味儿了。哎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出去，在包房里等我。吃吧，爸。哎，人累了半天了，喝口水。气色不好，不舒服。哎，不舒服得看病啊。没事。哎，史大夫教过我搭脉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搭搭。搭搭脉，爸，哪儿不舒服？你能不能借我20万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把苏伯伯交给我的20万。用去，炒期货，结果全都赔了。因为学军表哥他爸爸得了癌症，急需用钱，可是他的钱又全都压在店铺上，所以我就……你是不是这叫偷啊？我也是想能赚到钱就去帮帮他们。当初我到香港的时候，人家也帮过我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。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做，但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我不能为了保护我自己就不去帮朋友啊。您从小不是告诉我要关心别人，要帮助别人？谁叫你拿这个办法去帮人呢？心，这卡是你的，就当是弟弟给你一点小小的新年礼物。这个，我在店里看着用过这个东西，哎。香港人都喜欢用这个，这卡有它的好处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买几千块或者几万块或者几十万块的东西，
你要拿那么多钱出门，既不安全又不方便。现在你可以一卡在身，钱包都可以不带了。信用卡呢，除了消费之外，还是身份的象征。一般人只能申请普通卡，收入高一点才可以申请金卡、白金卡，因为不同级别的信用卡年费跟信用额都不一样。那这什么卡？还可以啊。您好，请问是信用卡中心吗？我想跟您查一张白金信用卡是否是卡，还有效吗？哦，卡号是4384-3704-1231。是有效附属卡。那它的最高信用额是多少？是七位数字的限额啊。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啊。李先生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吧。那谢谢。这是您的东西，谢谢你的光临，下次有什么需要请随时找我。这张卡里还能透支多少钱？这种白金信用卡是最高级别的，也是最难申请的，光是一年的年费呀，都要几千块钱，还能取现金，您呀拿去一刷，连 Benz 都能买呢。是，好，再见，慢慢走啊，李先生。再见。老李，请吧。哟，哼。好，几次请你都请不动，看看我这怎么样啊？好，
好，气派，这边坐。哎，远程啊，你说这个李毅能干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到我店里去吃饭，临走把你的钱落在店里，我赶紧给你送过来，你点一点，20万呢。就这个事儿啊？没丢就好。来，我给你沏杯茶。我今天还有事儿，我不能待久了，我下次再来。反正你这个地方啊，我是记住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我先走啊，下次再来。谢谢你，钱我一定还。我的钱都在北京，我也没有时间回去拿。我现在用的是你二叔给的白金卡里面的钱。你要还的话，还你二叔吧。对不起。记住，这是我给你做的最后的一件事，以后再有什么你自己顶着。你放心，又不是第一次去 Australia，明天我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机场的。哎，这次是我第一次当主婚人，哎，我会把这个雪中婚礼啊搞得有声有色的。好了，不说，我要收行李了。See you tomorrow 了 ，Bye。收什么？送给你买吧。不如试一下楼下那瓶新的。大伯，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女士，大伯今天喝了你一些酒。待明儿大伯再买好的还给你，啊？不用还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尽量喝没关系。我心里难过。谁让你难过了？我爹地。不是。妈咪。知道了，是李毅哥让你难过了。这小子不像话。他怎么个不像话了？别问了。要不你可以告诉我没关系的。你看，你上次告诉我说想回北京，我也没有告诉别人呢。我跟你说个故事啊。20几年前，在北京有一对年轻人。
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，男的很喜欢那个女的，想要娶她。那年夏天来了个香港人，香港人骗了那女孩，说要带她到香港去结婚，他让那女孩怀上了他的孩子，自己却跑了，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了。那个时候出了这种事可是不得了啊，女孩怕极了，现在只有死路一条。原先爱她的那个人二话没说就跟她结婚了，生下了个男孩，可那年轻的妈妈没过几年就去世了。你说的那个男孩不会是李毅吧？这么多年来我跟李毅相依为命，我是觉得我对不起他死去的妈妈。进来。你好。李总，现在几点了？十一点多了。十一点了？我已经给酒楼打过电话帮你请假了。请假了？哎呀，无事儿，无事儿，无事儿。这是明思小姐的意思，她说昨晚嚷着要你陪她喝酒，结果把你喝醉了。啊，今天一早她去机场了。她上哪儿去了？去澳大利亚，他帮一个好朋友在那里搞一个雪中分离。哦，明思小姐就是爱热闹，从小就喜欢帮朋友开生日会呀、搞婚礼啊什么的。孩子的个性像火一样。好了，现在要去雪地里去滚火球去。大伯，你看，这是他临出门前帮你做的生茶和一碗炸酱面。哦。明思小姐啊，平时连水都不会煲，连鸡蛋都不会煎的，这都是我一边教她一边学着做的。是吗？她要我告诉你，说只要这个面是她做的，你一定会吃。是是是是。很难吃啊。嗯。要不要我再做一碗给你？不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。心挺好的。是。哎，不是的，这些模型都是荣凯参与建造的楼房商场，有些还拿了设计大奖。这荣凯一共有三层，行政部在这一层，楼下是
建筑和设计，再下一层呢就是宣传和销售。有多少员工啊？联通明杰分公司1000名员工左右。哦，好。二公子真是不简单，听说还是商战奇才。都是父亲栽培有方。好的。哎，那边请。林总。好，谢谢。荣凯集团啊，你们公司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。过奖了。荣凯集团之所以叫荣凯，是纪念我和我大哥的感情。我们荣凯想在大陆危房改造上投下资金，但是李先生啊，你看我这次呢主要是来参加港澳论坛，不谈具体项目啊。好的好的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一会儿我们安排了午饭，你不用客气，我有普通的公务餐，喝点茶就行了。啊，李太太，明杰在呢？啊，在呀。早上他没带手机，我把他送过来。哦，他们在里面谈事情呢。嗯，这样吧，一会儿你帮我交给他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嗯。流行吐槽，试试看，这跟大脑一样。吐槽，还有另外一种烤法。哎，那不是苏远成同志的女儿苏东吗？冯叔叔。哎呀，东东，真是你呀！快来，快来，哎呀妈，来！哎呀，你好，冯叔叔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大了？冯市长认识我太太。你太有福气了。太有福气了，来，东东，坐，来坐吧，坐吧，来，坐。你看当年啊，东东呢还没有桌子高呢，穿个开裆裤，牙还没长齐呢，就拿一根糖葫芦在我家里乱跑啊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。好啊。哎呀，东东啊，已经结婚了，还工作吗？我老公很有本事的。我每天在家里打点家务就行了。哦，你很大男人呐啊！我怕他帮我，我岳父会吃醋。还是当富太太吧。哎呀，很可惜呀、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当年东东可是上海滩商界的风云人物啊。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大公司全都抢着要他，他是第一个把德国的电器品牌引入中国的。远大集团的第一桶金呐、啊，都是这闺女赚回来的呀！啊，那怪不得我这亲家舍不得把女儿嫁到我们家来了。你是东东的长辈，那我们就一起午饭吧。对，一起午饭吧。冯叔叔，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？好，你去把中午的那个事推了吧啊。明杰，订上海会馆午饭。好的，我来订。东东。没问题吧？老爷，公司送来的文件帮你放到茶几上了。哦。哎，苏东，嗯，你看看这份企划案。荣凯集团99年总企划案。嗯。啊，您让我看。这不太方便吧？都一家人了，你看看呢，在大陆发展的那个项目，给我点意见。嗯，好，我看完之后马上回复你。阿婆婆，今天冯副市长对你好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啊。啊，其实他本来就是我干爹，只是我平时不太好意思叫他。我每次过春节回去的时候都会去看他。你先研究一下我们未来在大陆发展的项目，看看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。嗯，你放心，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在商务部做要员的，我会跟他们交流一下的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只要我们拿出诚意，愿意为国家做贡献、做建设，我想国家是不会亏待我的。明杰啊，经商处事啊，最要紧的就是人情。以后啊。
多和苏东出去应酬应酬，拉拉关系。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，我不需要别人帮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，明杰？你怎么这样说话的？哎，明杰，有件事儿啊，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。你爸爸不是这几天就要出差回来了吗？嗯。我想让你爸爸请一下副市长到家里来吃个便餐，刚好啊，你公公在拍卖会买了几幅名画，也想请行家们鉴赏鉴赏啊。那好，我给我爸打电话。你说呢？一切就你来安排。如果他们要来吃饭的话，我是肯定不会在的。你们都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不一向都不喜欢这个亲家的吗？怎么一个利字当头的时候，一切都变得缓和了？哎，明杰，婆婆，嗯，我爸说今天晚上他会赶过来吃饭，他去接冯副市长，大约8点钟就可以到这边了。你爸爸跟国凯呀，一向不和，这次肯大驾光临，你下了不少功夫吧？我爸那个人啊，确实是挺固执的，不过就一点，只要是为了我，他什么都能做到。婆婆，嗯，谢谢。这样，我再去试试给明杰打个电话。不用。这孩子啊，他说不回来，就一定不回来。那就把饭局取消吧。他不回来，我爸见不到人，反而怒巧成拙。这男人呢，在外面是最要面子了，女人呢，在家里有面子就行了。婆婆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，我也听说了，当初公公创立荣凯集团的时候，是您帮了他很多，帮他引进关系，去泡每一家银行，就这样才拿到贷款的。别听他们以讹传讹，国凯的才华横溢是有目共睹的，我只是从旁辅助而已。做丈夫的有成就，做妻子的与有荣焉就足够了。明杰的个性比他爸爸还要顽固，你要跟他过一辈子啊，你就得把你女强人的身份看低调一点。可是我们这一代女人不会再像上一代女人那样了，我们想更要尊严。不管你有多强，多有尊严，当你遇到了你喜欢的男人，你就会变回普通人。我是个传统的女人，婚姻对我来说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路。你只要有三个信念，是有才华的，第二，他是善良的，第三，他是爱你和爱这个家的。可是，女人干嘛要让自己那么艰难啊？
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懂得爱。我们一块儿去做晚餐吧。回来了。哦。今天晚上爸爸跟冯副市长来家里吃饭，你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。我今天真的特别累，别再说了好吗？我能为你牺牲我的工作，你为什么不能牺牲应酬呢？我不能牺牲，我从小就是这个德行，我不喜欢受人支配。好，你可以不用在意我的感受，但我告诉你，我非常在意我爸爸怎么看我。这样，明天早上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解释一下，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回来，好吗？我没什么可解释的，真的。我就是打完球开着车出去兜兜风而已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宁愿在外面兜风也不愿意回来，是不是？女人最笨的就是安排自己的男人，还有刨根问底。对，我就是宁可开着我的跑车出去兜兜风，我也不愿意对着几个大陆人。大陆人怎么了？你凭什么看不起大陆人？你别再说了，我明天一大早要起来去开会，我打了一天的球，我很累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凭什么瞧不起大陆人？就凭我们香港人天生的优越感。你听着，今天晚上在这个家里等着你的这三个大陆人，比你那辆什么跑车有价值的多。还有，我非常接受不了你这种鄙视我们的态度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瞧不起我们大陆人，我会狠狠地修理你。李明杰，我明天会赔给你500万，作为你一会儿的损失。什么声音啊？啊？真是个野蛮媳妇儿，他就这样跟明杰过不去吗？你年轻时跟我吵架，顶多把咱们的结婚照给砸了。你以为吃大底的老婆是这么容易找的吗？嗯？哎呀，亏得我今天苦口婆心的开导了他一番，你听听。要不他拆房子喽？
我们就当一场敢爱敢恨的表演。明杰终于找到对手了。嗯，说的也是。以前一天16个小时上班，现在16个小时等人。咱们的儿子把一个女强人给逼疯了。你是让我把人才收为己用吗？你不是对明杰一筹莫展吗？你看看他今天能言善道，智勇过人，你舍得把这么个人才还给苏远臣呢？此消彼长，高见。把你这个做公公的就试探试探了。进来。公公，您找我。坐。大陆项目的计划书你看过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去看。别急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哦，昨天晚上我是太冲动了，把全家人都吵醒，我好抱歉。对不起。1990年，我深情地呼唤你，风和世界都在把你，在把你拥抱，让这百年的重逢不再分离。多少年前，我默默地面对风雨；多少年后，我急切地、急切地归故里。沧海边桑田，也拂去心灵的漂泊。一次次亲吻你，我的1990年。